你是我最好的选择，绝不反悔。我要让你先成为我的菜。接触到他的时候，就会让我通体发热。不要逃避，来吧，只有你有。老夫果然有益身心健康啊！你这样做真的还蛮贱的。我贱吗？你既然要做，就要做的精致。Be meticulous, methodical, perfection。像鬼一样的执行长，鬼之执行长。I like it。今天的开幕啊，是你们父女联手的开始。我跟爸联手，面包店绝对会越做越好。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把这个店交到他手上。我有投资的，要越做越大。开幕当天，面包蛋糕全面八折，满百送蛋挞，阿卡塔再送满额礼哦。这是你要我找人调查的梁家人资料。梁永雄有两个孙女，妹妹梁静晨，姐姐梁静芬。梁永雄，拜托你好不好？梁演员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拜托你冷静点。当年他那个绝情的脸，我永远都忘不掉。你知道他们过得有多开心吗？梁永雄不在了，那就放下吧。但梁家人还在。这间店面啊，我打算把它卖掉了。啊，我们才刚装潢好，正要重新营业。这店面我们住了20多年，你不觉得太没道义，也太过分了吗？现在面包店是你出面买下，接下来就交给你处理。2500万，你有没有写错？我们最多再加20万。200万是魏先生坚持的。200万，本金跟利息都会增加，还是60万？我们不买了，放弃吧。或许这家店终究不是属于我们的。哇，这个面包长得好像蝴蝶啊！我最喜欢蝴蝶了。我们婶婶第一次做的面包出炉咯。嗯，好好吃。一盘棋要赢，重要的是整个布局。那新房东绝对是居心不良，感觉他分明是针对我们家。哎，牺牲掉一两个小妻子啊？哈，哦，也没有关系。你是谁？哎，冷静一点，打你的死肉。我需要你办成的，我给你钱。你已经成功的勾引我，让我对你非常兴趣。你想跟奶奶说你喜欢男人？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他只打一拳就有这种效果。说是女人，没人会信。哎，痛痛，轻点轻，不要动。你为什么一直动呢？八卦在公司流传很久了。奶奶几乎每个礼拜都安排我跟你们相亲吃饭。奶奶，我孙子帅不帅？你看他这个胸肌，你来摸摸看，还有肚脐好几块呢，臀部硬邦邦。林轩，你身为我最重视、最贴心的小棉袄，你要懂得掩护我。他是奶奶的3号候选人。兄弟，帮个忙，
见机行事啊。没想到慧珍的孙女长那么大了，真有气质。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不管是李医师、庄小姐、赵小姐，我都会私下好好联系的。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我想当关恒伟私下唯一一个联系的对象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陈总应该到餐厅了。真是不巧。哪个陈总啊？小雨，跟那个陈总吃饭很重要吗？没有那么重要，我不想成为奶奶的眼中刺。拜托啦，只要瞒过奶奶三个月就好。我从头到尾怎么看都是个女人，扮的男人根本没人会信，好吗？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来抢我去。哇，准备。你讲讲，我才没那样。哦，你力气大，跟男人一样。别的女人身上有的那种纤细跟妩媚，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眼神。man 爆，不当男人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现在就给你100万定金。不行不行。200啊！为了200万，他一定会做出选择，站到我这边。啊！你要练习啊，用尽全心全意的爱我，用最炙热、最深刻的爱包围着。我爱你。我们教室前的照片，你妹之前是不是暗恋过一个学长？你都换回来了。我是静城的大学学长。哦，学长，不是阿伟吗？现在我爸妈都看到你了。别忘了，我们都交往一阵子。想到你讲的那么周全。你说什么呀？姓什么？很容易就死心塌地。那你跟梁静芬呢？她可不像梁静城那么单纯。难搞程度啊，可是那个新房东啊，我会调查清楚他对我们家的真正企图。我们连他人都找不到，要怎么说服他？身为终结者，怎么可能处于挨打的局面呢？梁静芬，就这样。魏宇泉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，没谈过恋爱，怎么会有这么无趣的？男人啊，魏宇泉先生，请问你是？那天在停车场不都见过了，你还装？我最重视、最在乎的就是我的家人，为了他们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魏先生，女人不能忍。你这样是骚扰，你知道吗？律师不好惹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骚扰的话，可以跟法院申请合法保护令。而我刚好是一个不好惹又不能惹的女律师。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真相，但如果你只愿意跟自己人说，我可以成为你的人。还约你干嘛？应该是想要干掉我。想不到我性骚扰。我已经转世了，倒在美团遇到你这种人，只要一点点。梁静芬，梁静芬，就一点点的缝让我逮到。雨泉，我这根针就可以插进去。不要走，让它全面瓦解。魏雨泉，我终于发现你这面铜墙底下的缝隙。请播呀、啊！谢谢你，月老爷爷。不是说当了九次伴郎就可以遇见真爱吗？干嘛还来拜月老？哎，五拜五包庇啊！公主就要降临。梁静芬，我喜欢你。你几岁啊？都23岁啦，还没有谈恋爱。奶奶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爸，请你不要在意年纪，我可以生一打曾孙，让你抱到手酸。作战开始。静晨，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这些浪漫情深怎么回事？不来点浪漫的情深怎么行？但要跟我培养感情的，我对淘气没有兴趣。是我男朋友。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面包。阿伟，奶奶，当你一出现在奶奶面前，这是你女儿，我们就全军覆没。
太过自信不是好事，凡事都有万一，我怕你一不小心就等一下全盘皆输。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这结果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喜欢靖晨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男生。关宏伟。6月19日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；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华视频道《鬼之执行长》。我是吴宗宪，我是许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